make me four speed again. 咱即马所看的是阿凡达，阿凡达所予咱的就是讲，因这个电影这个内容吼，啊，就是讲这土著啦吼，就是即马你看这青色这人，这人是含这个树木。以及到这下来的生物是一体同别的，就是生命共同体。啊，因为是生命共同体呢，所以因知影要安怎去保护着因这个星球哦，所以要捍卫星球来修建。哎，啊，所以在危机的时候，危险的时阵啊，因为是生命共同体，所以这所有的生灵、树木啊，甲这个。因下面结合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万物啊、万灵啊、啊个万神啊，拢会来一起来反击就对了。哦，啊，正这是男主角本来是要改造这个啊土著啊啊去探听因的这边的习性，要跟协助啊啊这个商业利益吼，去摕到那边的。珍贵的矿产，哦，啊，今摆那电脑叫人感动到嘞，哦，啊，这是正确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我讲看到这个阿凡达一片吼，大家爱有一个结果，咱大地生态就是含所有的这个性灵生物啦，啊，一体同悲，哦，所以咱的祖灵种种，啊，甲这些精灵拢伫遐咧修行。咱看会到的，是一部分；看袂到的，足大部分的，哦。啊，所以咱唔好讲啊，咱看会到的，啊，甲用人的想法，啊，就安尼要去甲控制着遮个生态，应该是去讲要安怎来平衡迄个生态，就对了，哦。这才是重要的代志，啊，并唔是讲你要去甲控制，哦。即马咱看这篇。我这篇我是有加推荐，哦，这篇就是人类的这个邪恶啊，啊为着这个商业利益啊，啊用尽心机啊，啊要来破坏着这个大自然的资源，哦，到尾啊会引起着这个啊自然的反扑，哦啊，有一天呢，人类会去让自然消灭掉，哦。所以唔好讲啊，好像没有做件事情哦，太想无要紧啦呢。哦，咱即马看这个片段哦，看会引起大家人的注意哦。啊No more! I am a Mentakata. I am one of you. And I have the right to speak. We were a little naive. And now we know what. Do you think that?男主角要用伊个性命来对抗着伊本来个族群，叫做人类哦。啊，伊感觉看袂到哩啊，开始要来联合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啊，做即个叫做纳美人遐啊，即个土著吼、哦，来救因的这个
星球甲家园哈，啊，因为伊个肉体是经过机器哈，用意志来连接，啊，伊即马所存在的这个纳美人的这个肉体是 DNA 含纳美人的 DNA， 人类甲因这土著的 DNA 来结合的，但是要活起来哈，爱经过啥？经过一个仪器。啊，这个仪器爱来去相连吼，来意志力灌输这个，伫这个伊个代替的这个土著的啊身上咧，哇，即卖咱就知影，啊，我小话讲一个吼，互大家知影在剧情咧，啊，所以大家了解吼，咱台湾这个片吼。看到这个片，是这个导演啊，真无简单啦、啊。听讲开足侪钱，我了几啊年吼，啊拍这片，哦啊这款片诶，有互咱思考诶所在，所以伊太认真落去甲制作吼，啊无管着讲爱开偌济安尼，我无来报告甲遮吼，最后大家深思啊，深深啊去思考啦吼。I'm not talking about some kind of pagan voodoo here. I'm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real, something measurable in the biology.